你们好，我现在在346伏，今天又是我们健检的单元了。这位主角是111级，以这个进度来讲，可以说是非常棒，四个字来形容：超前部署。像这个等级，它是非常高 ，ONE 龙级灾害，3000多万战力啊，3000多万，这是主阵容吗 ？OK， 看起来是。那么还在玩吗？哦，也还有在上来玩，钻石剩下的数量还是很多。活力也清空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在睁眼说瞎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啦，不是，我去看一下哈。OK， 黑金有190张，经费有，哎呦，有经费，代表有氪过金。好，那这个阵容的话，目前你是带着崩普的核心。当时是也没有拿破洛斯的，也没有拿驱动骑士，什么都没有拿到这个核心，是吧？就是拿了崩普之后，他可能是不是券不够，抽了格罗迪巴斯跟背心大师，是吧？好，真的没核心吗？真的没有哎，你也看不上破洛斯，也看不上驱动骑士，哎，很特别的玩家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账号的属性，100万的攻击，3000多万的战力。这个均衡的生命值也是有，飞行大师是640万，是吧？哦，这个账号练的还可以，因为你们可以注意到，他的装备穿的是比较普通哦，还没有全部都弄好，但是他却拥有100万的攻击力。我觉得这个养成的方向是均衡的，是正确的，印记应该是开的了。开了也开了不少了，有在使用的是开了。好，那像这样的一个崩普阵型，我个人认为它还是可以玩的，不至于说落后啊，也不至于说很糟糕。那没有，因为它其他的角色还蛮可以的，尤其是背心大师啊、居士啊，哦，你甚至有的时候金属骑士也好、索尼克也好，哎，总有一些关键的角色我们给它抓出来了啊，增加护体，这崩普盾牌。是吧？所以这个你抽了破洛斯的话，也未必是个好事啊。狂热恩还是会觉得，你还真的不如类似水龙啊，或是等等的，有没有？我们放在前面的位置，好，或者是放在格罗迪巴斯这号位。格罗迪巴斯暂时我们先使用超能的位置，这是没有办法，由别的之后了了，之后再把格罗迪巴斯给卸下去吧。因为你这个换波罗斯还倒不如换别的嘞。那狂人的想法是这样子，你如果说你是要凑3个队伍的话，那还是要拿波罗斯。但是你这个队伍下面阵型我稍微看了一下嘛，我觉得你这个去凑2队跟3队还是有点困难啊。就好比我们今天凑个2队，我们下面用这5只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假设是这样子啊，甚至是这边的5只、6只，那你是不是不敌放一只水龙就打败这6只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要核心的问题了啊！你凑队伍是不需要核心，你关键是要有一个厉害的角色。好，那我们上来了之后，来看一下这个 PK 场，1500万，哇！这对手一下就蹦到4000万。这个有水龙，有水龙基本上见光死。这个有龙卷跟波洛斯也是见光死，好不好？这个麻烦您去抽一个攻击角色，像类似龙卷的啊，或者是现在当期有水龙的，下一期有水龙的，然后另外的话神行卡，狂人希望你将来的角色呢，这个地方主练的我们就能开就开，但是其他的不要开这么多了啊，其他的有时候甚至就是中阶开了，高阶啊我们先不动，把神行卡拿去弄征服卡，对你的账号是比较好的。那么你这个账号文章不用看，我就知道是过关的啦，啊，这文章是过关的。啊，非常好，很好，2221，因为哈，哦，你的底子已经说明一切了啊，跟这个战地都没关系啊，你这个账号的底子看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个账号，这非常好，还有190张的黑券。早上好，中国，现在我有哦，你2级啊？哎，真的哎，不好意思，狂人遗漏了，你刚刚，哎呦，居士2级是吧？也不错啦，培养自己的喜欢角色。好，换下一个账号走。OK， 第二个账号是新篇章93伏。另外讯息的部分 ，FB 的我现在已经消化到了7月底了，要准备迈入8月初了。
这个月还真的是替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。公仆呢，青铜组冠军完结篇也应该差不多要登场了啊，好一阵子也没有拍了，其实也都没有什么上去啊。因为我看到那个老头，我都，哎，别提了吧，这伤心往事，对吧？这放在心中就好了，我把它放到一个角落了，这角落，不是很好，好不好？就是放得很底层，很底层，太难受了，是吧？说什么崩谱二绝，哎，真的是，刚刚那个居士都还比较厉害。泼佛一博士你好，这个等级很快啊，你这个练功练得很快啊，这排行榜是吧？这有很好的成绩的，你开玩笑的，这93级的。喂，怎么18号的这个装备没有拿？这是怎么样？没上来了？哎，才刚夸你。不是吧？57张，诶，这次还有没有完啊？谁知道？怎么看？我先帮你拿装备啊，这是不是没上来了？我先看一下，防御趴数，不是啊，你这人去哪里了呢？你一个龙卷跟波罗斯都有抽啊，怎么没有上来了？在忙是吧？好，狂奔给你看一下。哇，身心卡不够啊！你这个是身心卡，要先解决问题啊！你这个身心卡不够啊，身心卡是不够的，你严重缺乏的装备。哦，这身心卡30几副新篇章是吧？没有什么身心卡，你这个账号是真的是没有什么身心卡。哦，在这里啊，刚刚没有看到这一只啊。你这个速度给他加成这样的，想要一波胜利。好，先给对方晕了之后，我们再搞龙卷是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其实你星星都可以拆掉啊，你这边你给他的穿云箭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再穿云箭速度的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，是吧？然后这个弄个速度加成，弄个两条就可以了。这个身心卡一到龙卷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一到龙卷这个地方，然后印记打开来，攻击力弄到64万嘛，多一倍嘛，是吧？这个也是文章底子也不好哦，这个底子也不好哦。还没有启动啊，没有启动，这关卡龙卷弄一弄都可以启动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派系一个放上普洛斯核心嘛，对吧？那另外一个派系没有的话，前面卡一个僵尸侠加豪杰，哦，加上金属骑士做辅助，有没有？另外一个，然后龙卷来打，那普洛斯的核心的话，用普洛斯去打，哦，普洛斯一个打全部对面，就这样子啦。OK， 那这个账号狂人还是希望你能够。哦，如果还有玩的话，就忽略我讲的吧，因为狂人看不太出来。哎呀喂，是吧？好了，我要通知一下这个账号主人，走，我们看下一个账号。先说这个账号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在玩了，341服88级是比较低了啊，太低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在玩，还是休闲玩家呢？88级，没有玩的话，我们再换下一个账号。这个账号有一个优点，名字。取得不错是吧？这个很多不同的资源啊，哎，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也很流行做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取一些很特别的名字。哎，这个是，这体力活力都满成这样子。哎，这感觉也没有玩，可是又好像又有点在玩。哇，因为你们都有挂波罗斯啊，波罗斯他是比较新的角色，所以狂人都有点辨别不出来了。到这福利这里看一下也说不准。哦，你很聪明呢，你还会盲，你也会用奇遇奖励啊？对啊，这玩法是对的。这些不知道哔哩吧啦的都不要弄啊，就这个对你现在的账号来讲是最重要的。其他这个书啊不要看啊，这种书不好看，你要看好看的书，你来找狂人。开玩笑，不讲这些。好，你的普洛斯，169,000，这你战力是300多万是吧？休闲玩家，好，我知道了，300多万。16万，来看一下你这装备有没有什么地方。哦，这装备很不错啊，你从哪里弄过来的？这不好弄啊，是吧？这原本这件是比较好的啊，你怎么不是这个暴击率？你有几率的东西不是100%的，对吧？我们就不要去强求了。这个世界最好的东西是没有几率的。我们要走攻击，要把它走好。那这个的话，狂人不念你了，因为我知道你装备不够，好不好？狂人去看一下，
看怎么回事，你个关卡是 KO 到第几关？为什么装备跟活力没有用完？这活力是浪费了，对吧？你这关卡看起来就是有打，哎，还真的是有打。到第六关了，啊，那第六关这个橙装就比较少了，我们还是尽量的打到第十关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你有空上来先打一下关卡。我靠，你这个暗黑团员站在这里，你也不愿意打他，你要在当守门员啊，哎，一左一右啊，然后你又站在这里啊。乍看之下，我以为你在玩模拟城市什么之类的游戏，是吧？好，那这个账号我看一下角色，不一样的方式去看。你这边都没有抽是吧？好，那这个就是太忙了，那太忙了，狂人就知道了。啊，狂人就知道，狂人也不会说什么，我就告诉你说，你这个账号还是一样老样子，把这个弄一弄，弄一弄，然后。你这暂时都不要抽角色了啊！有空先读书，因为你是学生，只有这个时间有机会读书啊，我没有理由要你玩更多游戏。好了，走，我们换下一个账号，走。OK，我们到了新篇章的四武器，这个活力跟体力又是满出来，然后这都没有上来啦！我的，开始认真玩一拳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，你这个可能真的退了。诶，12月22，哦，退一阵子了，你还要爆三啊？啊，我又来迟了。这件政府卡怎么没有啊？龙级的爆三，你没有给他穿，你给谁了？你，哎，怎么会给格罗迪巴斯嘞？是吧？哦，你这属性，我的天，我的天呐，这个属性真的是我的天，还闪了一条。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笑了，我不应该这样子笑。不过，我看一下你的字迹好了。老六很幸运，可是你现在你没有玩了，你跑去哪去了？是吧？好，钻石很多啊。不过今天日期，狂人没有办法帮你买到黑剑啊，他已经没了。好了，祝福你身体健康。我们再换下一个账号，走。接下来我们到了46服，这个是比较前面的四武器，然后它是93级。这里还是给一些朋友报告一下，这个账号主人厉不厉害，狂人都有义务要上去看，哦，能不能分贵贱，所以只要他有玩，我们都要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限时登录，你第一天有领了，这个是多久？这有没有上来啊？我看一下，看一下这里。啊，你们都很忙，好，439万，哎呦，他这个账号有点像是青铜组冠军的账号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90几级，但是战力只有这样子，对吧？就是属于一直练功，但是也没什么时间，然后就上来刷一刷，人就下了。好，狂人先来看一下你的装备。哇，这个贫血肯定是不行啊，这材料太少上限了啊！你这是买了黑剑就下了，是不是？这么有个性，就是我拿了龙卷之后，我可以看到他，然后有的时候偶尔上来随便打几个关卡，可以。这个装备这个太防了，你这是防御不要那那么多吗？是吧？这个你换成紫色的攻击嘛，或者是对吧？换成强化成这一件也好吧，啊，或者甚至你加点生命，这个都还比这件好，不是吗？好，没有关系，尊重你的选择。这个地方就不行了，这个地方可能要跟你说就真的不行了，你要打多一点装备啊，这个进度是不大 OK 啊。好不好？你这个一定要换掉啊！这换成攻击的这不行啊！我帮你刷一下，想不到你还有材料可以刷。我们刷暴击率跟攻击力。哇！等一下嘛，对吧？紧张什么？还没有结束嘞，才刚刷而已。我的天，这个是个非洲账号啊！你这个账号真的日子不是很好过，对不对？啊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。生命值，攻击有暴击力，再攻击力有了，是吧？哇，这材料不够了。好了，最近也算是搞定一半，然后我们强化一些。这龙卷你至少再怎么样，今天攻击力啊，一定要给它弄到35万去嘛，对吧？要打伤害也要打个漂亮一点啊。这个我们也换掉吧，都已经在弄了，好不好？改良一下，然后平均一下。平均这个要点多一点，就这件要点多一点，然后这个地方攻击 percent 刚刚有没有啊？是不是有一件攻击 percent 我看错了？
哇哇，你这个是攻击攻击 percent 也没有打到，这个位置这个部位也没有打到，没有开是吧？哇，这印记也没有打，限制解除。我们先把这个拿一点，这个体力消耗一下，是吧？然后你的解除的部分，这个地方差一点，先打到四颗星，打到五颗星。目前攻击力的话，17万不够不够啊！你这个是要撑到30万，好不好？你撑到30万、30万、35万啊！你再怎么修钱，也应该要不是你当大富翁啊？你的金币4000多，4000多万，你大富翁啊？你强化一下嘛，是吧？你放在这科研中心了、啊。好，我看一下哈，你这个要想办法先强化到30万。啊，这个也不够，好不好？上来打一下，这30万、35万很快啊！你30万，你至少给敌人造成一个2000万的高伤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玩一拳超人的宗旨，你要也稍微有一点样子，对吧？在直播休闲也要有点样子哦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哦，这里是罗伊的伺服器啊，那达到3.14亿，铁头功也到了2亿，这些战力都很高啊，1.93亿、1.7亿。495万的攻击，背心大师2800万，哦，这属性都很好啊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